在上交所开通的上市审核专用通道当中啊，目前暂时还没有项目申报信息。那么未来啊，这个科创板究竟会否迎来火爆呢？相关问题，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东莞证券研究所首席策略分析师杨伯光先生。Sunny 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嗯，我们想问一下有关的问题啊，这个科创板注册制的一个上市节奏，您觉得啊会不会比这个审批制上市要快？会不会又造成一个宽进严出的局面呢？好的，我想注册制的一个材料提交，主要是审批呢，都是由交易所所负责。审批的时间呢，跟旧式的一种审批呢是有点不太一样的。那么如果要比较去年整体一个像是在独角兽企业里上市的话，其实是比较难比较。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媒体的一个统计，那么前期呢，大概申请的覆盖面从这个生物医药啊，或是均匀融合软件、及新能源等等啊，那么甚至于已经有企业去提交这些材料的一个加速。那我想科创板的要求跟主板事实上是不太一样的。那么在资本市场推动经济发展，那么科创板是以技术的一个核心技术为主哈，它并不是以这个交易作为一个主要的规范，所以呢将来会形成一个那么宽进严出的情况是不会改变。嗯，那我们看到内地多家的这个官媒都提到说，科创板打新啊未必会像之前的 A 股一样获得暴利，甚至可能还会出现一个亏损。那么作为投资者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提醒？科创板赚钱的效应是不是真的会比较差？好的，我想市场投资者要分这个投资者以及企业上市两种哈。那么对于打新呢，那么投资呢其实有点像买彩票的一种感觉。那么以科创板这种上市不设涨跌幅，那么前两天，那么后期呢每日呢20%的一个情况来看，会吸引自然这种投机偏好者的选择。但是资金呢，对于这种长期投资呢，能够选择的方向还是在于考虑价格、成长、市场红利等等的一些因素。尤其长期的一些投资者呢，他会去比较全世界各国的一个企业寿命哈。那么其实说，其国际上的企业寿命都是比较短的啊，所以这种主要因素。那么再来的话，科创板呢，它因为它没有一个盈利的一个需求，所以主要是在于核心的竞争力。所以投资者呢，应该要从各行业，甚至于从细分行业的领域呢，去开始着手，那么去做选择，甚至于这个研究功底的部分要加强，跟现在完全这种概念型的是完全不太一样的。由于这种非盈利的一个要求，所以呢，对于估值来讲是蛮难估算的。既然蛮难估算，会容易产生价格的一个偏离，而价格偏离，我们建议投资者应该可以去比较国际上的一些公司在细分行业，那么如果有相同产品或者相近产品的时候去做一个对比，才不会去陷入一个没有涨跌幅的就是没涨跌幅度比较大，甚至于打新之后中彩票这种吸引力的一种情况，我觉得会比较好。嗯，我们也是很期待啊，看到这个科创板之后，这个投资者的一个兴趣啊，哈，一个兴趣点到底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市场反应。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 A 股的大盘方面啊，沪指是在反弹到了3000点之后呢，现在有人说啊，哈，已经是市场从增量资金驱动阶段，已经切换到了存量资金博弈的阶段了。您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呢？好的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当前应该是少量一个新增，然后多样还是存量之间的转变，还没有做完全一个改变哈。那么主要原因呢，这一轮市场大家都知道是属于一个资金活化效应所产生的，而资金呢主要来自于沪深股通呢北上资金的影响力比较大。那我们看得到 A 股快速涨势扩大，那么增值速度也比较快，所以呢对于这种北上资金呢，它做一个稍微停顿哈，甚至于有回流香港，然后我们看到南下资金呢，那么也在香港港股呢买的比较多，会产生这样的现象。那这种现象呢，主要有几个原因哈。那么除了香港跟港元呢，那么目前呢一直近期逼近于7.85一个弱势保障兑换区间。那么看到金管局呢也从市场上去买回港元，希望维持这个美元跟港元之间的联系汇率。但是呢资金会趋紧，使得这个 HIBOR 就是银行间的隔夜拆款利率呢会走的。这个时候呢，那么近期美元指数又在欧元、英镑等等走涨，是被动式的去往上推哈，那么使得人民币短期的一个升值呢有点暂缓。这个时候被动式的去降低人民币跟港元之间的一个不管是利率也好，或是汇率也好，整体的一个套利空间，所以资金它自然选择回流。而且呢，对于 A 股跟 B 股两者之间的差价有点大，那么选择在兑现 A 股的获利去买港股，那么也成为一个选择。那么板块之间呢，会存在一个轮动的一个博弈。那么新增的一个偏好哈，我们看得出来，应该是属于90年后的新入市资金哈，胆子会比较大一点点。那么还有再来就是属于一个
新募集的一个资金呢，它是建仓的一个情况，那么产生目前整体的盘势呢，资金存量以及增量之间的一个构成的差异化，对吧？嗯，好的，非常感谢杨宝光先生这一节和我们的视频连线，谢谢您。嗯，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，广告过后见。